在任何文化里面都讲三，那三生万物，所以任何东西都像佛法中讲，佛法生也是三，体相用也是三，这些三生就是初中后也是三，就表示这三生就是从你最初，然后到你毕竟发心的种种过程都提醒，所以你这个三生希望你能够生种种万法，用三生做种种警醒的意思。那习藏我就讲过，为什么习藏习三生？习呀、啊，它是习藏是行者的大指导，菩萨戒人，尤其菩萨戒比丘的大指导才能拿的，而且它是习藏，习是从一个经一个义，经是从来不化不变异，金子再怎么样烧，你再怎样千年，它一点都不会坏。你再把它烧了融了，它虽然可以做种种万物，做种种形状，但它不损一分，也不损一毫。所以这是金，所以金它不但不坏，它能够流于万物，它能够随顺万物，所以它就能起成变化。变化就是义，就是义。拿这个根本不坏而能够随缘变化的习藏，表示你根本的大觉醒体。那也就是行者受菩萨戒人应该行的大指导。拿这三身，行体大众，发菩提心。阿弥陀佛。